好似話搞到想問連同民主黨啊，嗌交啊，個火拼啊，又好似話決裂啊，咁樣啊，最激動添啊，上到係咪你都真同民主黨嗰件事之後個關係疏離咗啦？我諗我哋今次嚟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咯。其實我諗一個最簡單嘅答案就係，我哋為咗我哋唔係為咗呢個團結而團結，我哋為咗相同而團結。如果喺議題當中，我哋根本上我哋有基本上有分歧嘅話，我哋冇可能團結。就住譬如政改方案嚟講，我哋覺得你不能放棄即係呢個2012三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呢個議題嘅。咁你民主黨其實一開始，就算佢跟住成立咗即係呢個中國普選聯都好，佢都在講緊呢樣嘢。但係最終你會發覺，即係我諗從一個旁觀嘅角度睇啊，佢其實冇特別爭取到啲乜嘢，就已經放棄咗自己底線。咁喺呢一個方面，我哋冇可能有團結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其實啱啱社民聯都開咗個特別會員大會，都講緊喺新嘅政治形勢底下，未來社民聯點樣，即係就住某啲事項，譬如政治方面啊、民生方面，我哋有啲咩睇法？咁我哋嘅講法都好簡單。大前提，我哋一定係以打擊建制派為主要嘅目標，即係話嚟緊嘅選舉，當然我梗係見到你建制嘅人，譬如工聯會啊、民建聯嗰啲，梗係首要打擊對象啦。至於同其他所謂大民主派嘅合作方面，就會就住試題啦。正如阿土都成日講嘅，喂唔通民建聯話支持最低工資，我就反對好咩？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大家支持最低工資嘅話，我唔會因為佢民建聯，我唔同佢合作嘅，我都會合作。但係就因應翻嗰件事本身嘅本質啊。問下民建啦，但係呢次你哋就高官頭先啊，仲見翻翻高官頭先，你話同公民黨一齊去搞嘅啦，就大家都出部分個立法會議員出嚟再選過啦。嗱，好多批評都話啦，公民黨咧呢次俾你哋牽住個鼻走，好多宣傳活動都係你哋主導啦，搞好多啲活動都係你哋主導嘅。你覺得係咪咧？嗱，呢個我哋睇翻嚟，因為我哋選過分高辦，我哋聽報道啊，就覺得喂，公民黨你做乜議喎？你哋只係求嚟嘅，你搞到次次都鬱文啊、重複啊，你哋啊聲勢最大啊，幾前頭啊？咁你覺得係咪先？呢個感覺咁奇怪，因為香港人冇咁嘅感覺，即係大部分嘅宣傳啊、活動啊，都係一個好混合嘅合作方式嘅，即係不分你我，亦都即係無黨無派，即係因為我哋本身就係想營造個運動咧，唔係因為你要投，因為我哋個黨去投票俾我哋，係因為個議題嗰件事，係啦嗰件事，咁所以我都唔覺得有呢啲問題。唔係，我諗我舉一個例子，大家就好容易理解。即係你記得我哋一開始宣傳公投嘅時候，第一個登報紙嘅廣告咪全民起義嘅，當其時咪鬧到滿城風雨。係啦，都係起義咯，仲鬧咁啊！坊間有好多傳言就話起義呢個字眼先唔好講話佢有幾真性，老實講好多電影都乜嘢嘢咪起義啦，愛情片都叫愛情起義啊。起義咧，我似好多人覺得係社民搞出嚟，就搞一公民黨食嘅。但係真實個故事就係咁，第一篇廣告咧，為咗顯示兩黨。是大家都是就住個運動本身，不是個個黨自己的支持咧。我哋是先交由公民黨去找一些友好的即係做開廣告設計的朋友咧，幫手去度。度完之後咧，第一稿出咗嚟啦，就有全民起義四個字。而是去到臨登廣告前幾一晚，最尾截稿前幾個鐘頭，咁就呢個黃毓民同埋阿曹君能分別收到個電郵，就我哋用呢個稿，咁就。英文睇到就唔錯啊，幾好啊，有力。咁土睇到嘅時候，咦，起義呢個字眼，佢又唔覺得有大問題，但係我哋係咪用呢個字眼咧？咁英文就話啦，都冇乜所謂啦，就用啦。所以嗱，淨係呢個例子好簡單，激得滯喎，即係好多人就喺嗰下，跟住你知建制派蜂擁而出就鬧我哋咧起義做乜嘢？你搞港獨啊？但係正正呢個廣告全民起義呢四個字咧，其實一開始嘅設計就係公民黨嗰邊嚟。咁所以你話我點可能黨先㗎？係啊，所以我點可能會宣傳由呢個社民聯帶住佢避走咧？根本冇呢回事啊！咁好多人個議會一路就覺得係鬱敏起義喺度社民聯先啦，原來公民黨提出嚟先，或者議論喺佢方面冇出嚟先啦。嗱，見下啲聽眾咧就急不及待想聽下佢，咁樣打嚟，或者我都聽一個電話先，我聽下 Danny 嘅電話先啦，有啲時間啦。阿 Danny 你好，好啊 ，Danny 先講 Danny。我搞啊講明講明問下。係，不過我哋加香港電話可以投票嘅咩？即係投唔到㗎嘛？你如果有香港嘅有居民身份證，你仲要翻香港登記做咗登記選民先。唔係，我哋想搞個海外支部啫，想問你。我幫你翻去之後，個地址聯絡選區㗎嘛都要。你要翻到香港，你要登記選民，你就有一個登記地址咯。咁到時咧要海外嚟幫
我真係你暗暗叫咁樣呢頭。唔係暗叫，暗叫嘅你好開心講投票，其實投票好簡單啫，能夠翻嚟投票當然最開心啦。唔得嘅話，其實你哋走新聞之後咧，對香港當你當海外居民咧，唔俾你聯投啦。唔會啊，我哋香港都記得嘅。啊，同埋講啊，話起義咧，咁啊好咩年份起樓出嚟啊？我諗起樓出嚟嘅。是不是起楼抽起楼可能抽起鱼啊？啊，唔知边个先头啊？唔系起鱼先嘅，起楼先头。讲话迟奶同我啦，系，仲好仲弱仲强啊！啊 ，OK， 好啦，我讲俾你收声啦，我听埋李生电话啦，仲有时间啦，李生你好，李生，阿刘生，李生，你好，请问李生，加多诶，听我个仔嘅，好啊，讲啊，加多个中学生，你呢个这名言。成立的時候，即係香港嘅政策同路向，根本就係即係你冇土力嘅一份民主，但係經過長久嘅協商，就即係你好單方面就以激進嘅手法去咁正正咗就係喺發生咗爭議，你應該幾民主，應該點去責任咧？很簡單啫，我哋成立一個政黨個理念，梗係我哋自己去諗啦。我哋支持邊一套就邊一套嘛。我哋成立一個政黨，我同其他政黨問你接唔接受都冇可能。我同你講，呢個點樣辦啊？呢個大家團結一致啊嘛。即係而家我哋仲冇少，即係你只能你要正常，即係要組織去領導，甚至派上嗰個議席。即係佢就你提出個議題，要唔接受你，唔接受就開始分裂。咁你即係話住話啫。對你做鄧志文嚟講係咧，應該日以後有機會進嚟，因為你八頭八星年、九頭八星年支持你哋嗰啲積極民主，但係你啲普遍啲温和嘅人咧，咁都點到教育困難係唔夠分，公民黨同埋呢個民主派，即係覺得要有，只係你就可以，或者有機會你就可以或者換多幾個議席，其他啲好炒，一定要呢個唔協調，即係唔會一個假共一致去爭取民主，用方法即係形成一個。呢個範圍當然，我嗰次問你，你要即係留意下你自己入嗰個點樣方向。我哋真係留意得好簡單。多謝曬李生先，就係咁樣留多就差唔多，已經十八分我。翻嚟一次我哋。係啊，聽新聞同你先，等下再諗一諗點答覆啦。